出，除了要表达乐音的和谐之美外，还希望让大家在视觉上有不同的感受。下面为您安排的是70年代流行于台湾各大学院校，由当时的学生他们自己所编写的校园民歌，以及爱乐合唱团首次尝试用小组的方式演唱 a cappella， 也是唱起来困难度比较高的无伴奏多重唱。现在就请您观赏。慢慢的